俾翻一千万你，你个贱人，我口齿嘅，我已经前前后后俾咗成千万你啦，你居然爆咗件事俾我老公知，我冇爆俾你老公知，唔系你，我老公点会睇到我掉咗嗰只鞋嗰条片啊？我点知啊？总之我冇俾嗰条片你老公睇，有咁咪好咯。我上个星期部手机坏咗攞嚟整。 应该就系嗰啲友仔抄咗条片落嚟，攞条片去勒索你老公。你唔可以度做古仔噃？边有咁巧啊？我呃你做咩？你唔信，你咪走去问下你老公边个发条片俾佢咯。死啦！条片留咗喺外人手度，咁咪爆晒出嚟。咁你又唔使咁惊嘅，嗰条片冇咩噶，睇落去就系见咗个贵妇。 执咗去高踭鞋掉落垃圾桶，就系咁啦。睇唔出咩嘅喎。不过话时话，嗰条片咧有啲邪。咩邪啊？嗱，点解会无啦啦我部手机又坏咗，无啦啦条片又真系俾人抄咗，无啦啦嗰条片又会俾你老公睇到咧？你咁讲咩意思啊？边有咁多无啦啦？一系就我呃你。 但系我冇呃你啊，即系话咩咧？有鬼！你唔好再讲啦。大家嫂，我就劝你咧，即系求神拜佛作下佛，希望你可以大步揽过呢关。你亲手杀死咗一条宝贵嘅小心，好似为止。 哥，我明白你意思，但系今次俾佢哋过关，二嫂坐稳翻司护位，咁对佢哋两兄弟有咩好处？二嫂都系想帮下租啫，我哋帮佢，咪即系等于帮下租咯。阿爸成日都话讲，打死一笔嚟亲兄弟，可以帮就帮，可以让咪让咯。就算做错啲乜嘢，都唔好伤害到我兄弟之间嘅感情。 Marco， 你喺新加坡几日，融资有冇咩面目啊？搞紧噶啦，不过仲未有咩进展。阿听 Charles 讲话，你个30亿差唔多够数咯。算系有惊无险啦。我都会尽力噶，你放心。加油啊！大家唔话。拜拜。Come in。家姐，任务完成。Work 唔 work 噶？ 都话任务完成啦，个病毒装咗之后咧，啲 email account 会锁住晒噶啦，咩 email 都开唔到。不过好简单，一装翻个防毒软件就搞得掂噶啦。Good， 但系点解你要装个病毒喺自己部手机度啊？呢一层你唔好理，记住啊，唔可以同任何人提起呢件事啊。OK。 你要多谢二婶送俾你嘅生日礼物啊！多谢二婶，唔使客气。好啦，我哋玩完 game， 去食沙蛋糕啦。好，食蛋糕。妈，爷爷食蛋糕。啊，乖，来睇，你对电子嘅嘢真系零舍叻嘅喎，吓。系啊，阿爸，佢咧系有啲天分噶。我咧买咗啲初级编程嘅书俾佢，佢一学佢就识啦。 啊，罗大爷，你咁叻，你帮下我啊！我手提中咗毒啊，有个 email 开唔到，你睇下帮唔帮到我开？唔该。中咗毒好简单，下载防毒扫描，重新开机。如果真系得咧，你同我睇入边个 email 仲有冇喺度？ 妈咪。 咩嚟噶？落地。
咩事啊？家嫂，点解你部手机有条咁嘅片嘅？我都唔知边个 send 过嚟，我件事太严重，所以私底下同大伯讲咗，交俾佢处理。耀宗，系咪有件咁嘅事？真系家门不幸。大哥，你唔系一早知道你老婆嘅高言，害到我冇咗个仔啊！我哋听我讲，听我解释。我冇啊，我冇啊，唔系，我有啊，唔系，我只系想压住欣心再高声喊，讲一声我爸爸，我就系想佢点样教出手啫嘛。二家嫂啊，当时都坐住 B B 嘅，咁有咩分别啊？真噶，嗰条片咧而家俾人掉咗上网，个个睇过晒，个个知你系杀人凶手。你出街小心啲啊，一俾人用石头钉死你啊！点解咁噶？系边个派上网噶？边个想害我啊？表舅老爷，大嫂，医生，你个害人精，你仲可以害我？你噶，我仲要将条片放上网，一全世界知你杀人凶手。我而家要死你！放手揿住打出嚟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精彩片段每日放送，记得 subscribe 同埋揿个钟仔，就一定唔会错过啦。